这个是那个高清数据线的转接头啊。我们看它一共有多少个爪，就是这个触点啊。我也搁这个插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个，一共是三排24个点，24个触点。24个触点，看它有多少个接头呢？这头看有焊点的就是接头。对，前排4个就有4个接头，有4个不是不没接啊，有4个没有焊点的。最后一排呢也是4个啊，中间3个和下面1个是没有焊点的，就是没接，就是没用的啊。中间那排是几个呢？是5个有焊点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一共有13个呢。24个触点有13个触点是可用的，剩下11个是没用的啊。这面你看看也是啊，这面小了，一看多少个呢？这面是6个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个。然后这面呢，这面是7个，正好也是13个焊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7个。这就说明啥呢？这个转接头上这个点，这个触点，24个触点有13个是有效的，其他的是不效的。猜一个乱码七糟，只能猜到这了。这个高清数据线的转接头猜完了啊。